你们还记得我之前对小爱的承诺吗？他上次不是考了98分，然后呢就抽了这两个盲盒，还记得吗，老铁们？这次呢他又考了100分，我说每次进步一次就给他一个奖励，然后呢走，我们再去抽盲盒吧。但是我想参加奖励。不要盲盒了？不是，我又想要奖励又想要盲盒，去看看呗。意思是就是去逛逛去。嗯，哎，好吧，我们去逛商场吧。逛街的乐趣是不是？嗯，我觉得不好逛，每次逛街都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的。走。看我们这这么冷，晚上哈出来都是那个雾，有点像雾的东西。就看见你大脸盘子了，别的看不到。又要来逛我最喜欢的三福啦，走。盲盒区好像还是那些是吧？嗯，没有新款。这个好像是的哎。啊？蜡笔小新日常系列。要不来一个这个？可是我还想要别的，我再看看别的。这两个都有过了。你看这个是职业，有马术师、举重力士、交警小新、交警小葵，然后魔术师、舞者、航海家等等。我再看看别的，除了这些，再看看别的。这里有一个牛年解压玩具，里面还有个小牛年，好解压呀！二回弹的，它是一套的呀。嗯，被人抠出来了。这些都是解压玩具吗？嗯。过来。小孩他自己都不知道卖啥，完全就是逛。好看吗？好看个鬼呀！哎呦，好卡哇伊呀！哇，你看这个。哇哦，这里把小熊挂在头上，好飒哦！要不来一个？嗯，就那一个机会，我不能把它就这么。嗯。你要来就来一个呗。嗯、不要啊。嗯。那个送给你，你不要。但是，我还要搞别的。好。我闺蜜给我买的。就是这个呀、啊。嗯，但是我今天没有带出来。我跟你的一模一样是吧？对。这是什么？钥匙扣啊。钥匙扣。我爸爸。杯子啊！你过来看，这杯子还穿着衣服，好胖啊！我想要这个衣服给小喵穿。小喵不适合穿衣服，他不穿衣服。妈妈，你看，这还送个小背包哎！啊，好可爱！你想要杯子呀？想要。啊，你看一个，你有杯子，算了，你随便吧，你今天自己做主，想要啥买啥。这是保温杯，要选一个保温杯是吧？啊，好。哎，你看。啊。你选一个最满意的。你选杯子有啥原则呀、啊？一是有吸管，二是好看。啊，所以这个手链呢，你不喜欢的是吧？但是我也挺喜欢的，它没有吸管就是不太好。这有吸管吧？但是它不太好看。啊，要求真多呀。嗯，我觉得这种小小的都可以。妈，我想要这个。啊？我想要这个。这个有吸管啊？啊，或者这个。我又看到了，盯住了它。啊。哦，这个没吸管。我就要这个啦。没有吸管也要它。嗯，它好开心。好，走走走，马卡龙色是吧？嗯。于小爱，刚才拿了一支笔，确定要这个是吧？嗯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走吧，再看一个。哇，数字油画，数字油画。哦。你不是不要盲盒吗？又在看盲盒？还想要盲盒吧？啊？要不要？那就拿一个。要不要？不是吧？啊？要不要？啊？想要。啊？想要的，想要下次继续努力，我就试探性的问一下，下次再买，好吧？你今天都买了两个了，如果你非要坚持要的话，今天先买一个也可以，你自己决定吧，要不要？到时候如果我要了，你肯定说，哎呀，试探你一下，你没想到还要了。如果没要，你就肯定不愧是我的好乖乖。哎，那你选哪个？你帮我选吧。三个好乖乖吗？走吧。这声音怎么样？炸耳朵吧。炸。我看一下。哒哒。杯子。走珠笔。什么笔呀？走珠笔。走珠笔是啥意思？它上面写的是走珠笔。你们猜猜这个杯子多少钱？猜一下，猜一下这支笔多少钱？完美。好了，继续加油。期末考试啥时候还没通知是吧？嗯。期末考试考完了再奖励你去那买东西去。